东安挑战赛，一胜两败，真是可怜，真是可怜。怎么办？打吉安娜，没在怕的，真是可怜。啊，我是上路，真是可怜。那不算吧，那这样子啊，我跟你讲。这凯特琳还是玩了、啊，但是我们的这个公安挑战赛有说是中单啊，所以这把不能算进去。就算赢了，我也不会算，这样公平吧？队友序列沟通中，我们眼不见为凭。希望跟丹力分享喜悦。谢谢 Jeff 的 donate， 祝你面试成功啊！这有时候是这样子啊，这个找工作就跟找女朋友一样，这个是一个两情相悦的事情啊，所以我觉得。我觉得也不用就是太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他能够找到你，他应该也是赚到了才对，你要这样想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找到我有觉得赚到吗？哎，当然了，阿红，你说啥呢？真的找到你们真的是赚到了，是我一辈子的福气啊，能够找到你们这种好员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想要哭的感觉？我家狗前几天翻我钱包，把4000块咬烂，害我休假在玩钱超拼图。真的假的啦？太夸张了吧！哎，这个好像不太能讲，那好像是毁损国币，好像大概不是你啊，是狗，是你的狗，所以没事吧？直接把他点烂，谁说不能玩上路的？开草 Mute 奥，就是不要让他们影响我们。死了吧！我把他的招扭掉了，我那个反向一把他的 Q 扭掉了。我这女警要是要打到钻石是非常简单的，我这边是要上大师的，我这边是要钻一上钻二的，要钻一、欸、不是上钻，钻一上大师的。都不留等了，吓死我的毛，吓死我的毛了。真的吓死我的毛了，他怎么六等了？咱解 mute 好了，看会不会不嘴炮。我是觉得还是会被嘴炮，每一场都应该 mute 是不是？我也觉得是，好舒服哦，神清目秀，眉清目爽。帮他狙一下吗？这上路可以跑线，我帮他狙一下。助攻加一，掩护我的侧翼。你是啥意思？不玩。这到底是什么水平？这些人为什么可以成为我的对手？究竟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打到钻一？究竟为什么特哥会在钻四？我完全不明白。不可能这些人在钻一，特哥在钻四吧？我真的觉得很不合理啊！我为特哥那个觉得不平衡。聊天室有云玩家说，怎么他不放风墙啊？哦我没看到，要不然我一定会叫他。啊啊！什么？这什么？啊！这什么？人呢？
这是鬼吗？他在哪里放的？这一三小，这一上，这又要吸我奶吗？史丹利叔叔，你会喜欢猫咪品种是米克斯吗？米克斯会啊，这个哇，怎么会有老鼠孤儿？怎么会有孤儿老鼠？天哪，就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品种猫嘛，但是品种猫在繁殖的过程其实不是很人道，而可能会逼猫妈妈一直生小孩，生了十几个小孩或什么的，一生一生生，然后你想想看，那些生出来不漂亮的品种猫又会没人买嘛，没人买，那他要怎么处理？你们自己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然后那些漂亮的就会卖好价钱嘛，那牺牲就是那猫妈妈一直生，然后那些不漂亮的又不知道被怎么处理，所以这其实不太人道，所以有些人不喜欢买猫这件事情。啊，所以提倡去领养，想说路上这么多猫猫米克斯都没人养，你为什么不去领养一只？啊，所以我不会讨厌米克斯啊。啊，这啥孤儿？这啥孤儿行径？我出冷血果然是对的啊！可以开始去打架了，我们现在打架跟鬼一样，直接冲撞中路。支持领养代替购买台北，是尽量领养啦。松山的台北市流浪猫保护协会尽量领养啦，中心志工照顾得很好，我们也领养一只可爱。差点被秒了。支持领养代替购买，但是如果真的喜欢品种猫，想要养，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，我真的觉得没什么不对，因为他就想要一只他觉得可爱的猫才能好好照顾嘛，那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啦。儿子要放了，丹妮，好，儿子出来，绝不让儿子胎子复工。哎，直接点掉了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咋啦？哎呀，什么水平？什么水平？我以前在当义工，中途送养很多猫猫狗狗，请大家支持领养代替购买。哦，也是做过中途啊。如果真的要购买，也请选择正规犬舍猫舍。我有个朋友也做过中途，家里面是可能十来瓶，然后就十只猫，那味道很重啊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送他礼物，送空气清新机啊，对吧？没叫，你要把大绝开到我身上，我也没办法，就是这样，没办法，他不会赢啊，他是全队的希望啊，你把大绝开在我身上，那你们就输了。十个头的老鼠冲过来单杀我，没关系啊，你要杀就杀吧。这是啥？这是啥？哇，被偷什么意思？是八八。再来啊！就蹦！那条路就封起来了，那凯特琳在那个局有够强的。打大姐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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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急不急。老鼠皮刀鱼，送你一炮。哎呀，凯特琳上单依然轻轻松松。
哎、欸，最后一波，没错，可以说最后一波不需要你没关系，这件事 OK。UCCU， 我们眼不见为凭。UCCU， 我们人清目秀，眉清目爽，真是可怜。找工作就跟找女朋友一样，单身三十年的手术，看，单身三十年的手术。好可悲啊！